没有演出就没有收入啊，跑外送应急啊。我还有那个本事可以继续存活下去吗？在疫情扩散的这两年多来，所有的文化工作者里面，我想是表演艺术受创最严重。就拿我们纸风车来讲，这两年多来我们一度泄气到想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做下去，后来想一想，我们已经走了30年了，我们不但不能泄气，我们还得挺身而出，跟大家团结在一起。现在如果你愿意来上课，不管技术不管表演，我们还可以给出津贴。疫情扩散期间，我们都说人与人要保持社交距离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心要紧紧连在一起，就像炭火跟炭火之间彼此传递温暖，还有传递火苗，不要让希望的火熄灭了。上课是免费的哦，而且这段上课的期间我们会给你补贴生活费，最后再团结一次，度过最后的难关。